西堡大桥这边走，发现了一只奶猫被妈妈遗弃了。Oh my god！ 我们今天早上去带狗散步的时候，捡到了一只小幼猫奶猫。我们等一下会带大家去看医生，因为现在时间还很早，所以那因为小朋友现在真的很小，然后也。不能洗澡，所以我带回来之后，有些帮他挤屎挤尿了，都很正常的，有尿尿有便便，然后看起来还不错，然后小 baby 的状况看起来也蛮好的，身上没有什么伤，也没有看到什么，至少目视啦，看起来是没有什么虫的。待会会带他去看医生，然后可能再买一些给小猫用的东西，希望小奶猫能够平安长大。西堡豆刚刚吃完饭，回到房间了，就开始在那边动来动去，动来动去，可爱吧？他现在每次吃完饭呢，就会开始在房间里面玩一玩，然后玩了一阵子才会睡觉。那到，这是西堡豆，也不要到，西堡豆在这里。